Hello， 兄弟们好，我是飞哥。叔叔们大家好。我们家几个孩子。对。大胃王。嗯，猴哥老二。现在我跟猴哥准备出发去买点牛肉回来。对。今天要多买一点，打算买个4公斤的。对。煮3公斤哈，留1公斤晚上我跟峰哥在吃饭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买很多的牛肉回来呢？因为今天猴哥的爸爸妈妈过来看他了，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呀，满满的柠檬是吧？是很多，我们分开来装的。这里还有香蕉，还有猴哥老家的香蕉，大香蕉。有这个你们煮饭的时候可以用是吧？是。猴妈也出来了。哎，昨天下午2点钟夜嘎到这，坐车往我们这边走，司机开了一夜。就整个半天加上一夜，今天早上又点燃了一起，早上8点到这儿了。今天他们也挺累的哦，啊不来多啊，难得里面人恭喜。司机没睡，他们坐车的那个车很挤嘛，他们肯定也没有休息。对，还有羊在那里，还有羊，对，还有一个小羊。羊，你看看大老远的过来给我们带那么多东西。这些羊啊还有那些果子都是算入费的，兄弟们。前几天跟老二去菜市场，这一颗2000-2500，就一块多钱，接近2块钱一颗。他们家那个柠檬长得还挺好的，在几内亚这边很少有大柠檬卖，都是那个小嘎嘎，他们家这还挺不错的。他说楼下是这样的，一千那么多啊，一系杀了名山上第二名。这就是路不好影响交通，东西都运不过来。咱家小魏也出来玩了，兄弟们，小杨拜拜，他自己去了干嘛？去看小杨吗？等一下，等老二穿衣服我们一起去好吗？他不是想看小杨啊，他看我们车出去了，他想上车去玩了。走，跟我去吧。嗯，走吧，小杨，跟小杨再见。拜拜。啊，再见！你说我们去买肉了。嗯，拜拜。上车！对。嗯，也开门。哎呦，锁起来了，等司机一下好吗？1、2、3，开门。上车。很厉害哦，小男孩还是很厉害。你的脚，你看看，走，出发。嘿，高亚省的这个牛肉大卖场，猴哥，你看已经有人上来招呼我们了。开门，导弹，你看看这小子，赶紧往下走。斋月卖肉的不是很多，好多家都没有什么肉了，就第一家肉最多，兄弟们。最后咱就挑的是这块牛排骨，让它称着4公斤，看样子还不错。咱到家以后，老二帮我们牛肉分解一下，兄弟们，肉霸也起来了。今天这个裤子谁帮我？谁入力？不善言辞，刚猴哥给他拉了一袋水，他就坐在这里喝水，兄弟们，他是过来看你哦。他说如果他会说中国话是最好的，是吧？啊，上次 被 DPC 咯。嗯。买多少过年把你给西都过。DC 是吧？爱方赛多少公里？8年。啊，萨拉赛多少公里？1公里。啊，你是吧？啊哈，嘿嘿，你教了法语，是不是啦？你可能刚刚是一公里了。怎么啥是不？嗯。一个法语是不？一个西班牙是不？是啥？你发的语是不？一个了亚拉，发的给亚拉吧。是一个人的爸，他的话是发起的。是发起的。是不能 force 他的话，是发起的，出来搭配。嗯，是吧？你说，
欢迎李老爸到我们家来玩。翻两句啊，兄弟们，有机会就让他翻两句。你说法郎赛他能不能听懂啊？啊，他会说一点是吧？然后我们今天准备了牛肉，猴哥，猴哥，我们今天准备了牛肉。一会儿请他多吃一点嘛。他说谢谢。一会儿让他多吃一点。谢谢。他坐车很累了。坐车，他们是连夜往那边坐的，肯定一夜没睡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你老了，你们家咖啡给谁送啊？我奶奶，他说没有。没有？啊。要白送。要白送。我要白送。是吧？尼古拉。尼古拉菲，尼古拉菲拉米蒂。啊。Alexi，我是尼古拉菲。咖啡其实种咖啡是很挣钱的，只不过你们那里种咖啡还要等别人去收，对吧？对，人家收的人会压很低的价格，所以说，哎，本来就是这个种咖啡啊，咖啡农是严重受剥削的这个职业了，所以说他宁愿让弟弟猴哥弟弟去学这个木工。其实木工我也知道啊，跟我打过交道的木工太多了，几大家木工挣钱也不容易哦。现在这两年一个月能上半个月班就不错了。对面的双胞胎干嘛的？过来看你老爸了，再说呀。关火。关火。我们的牛肉已经炖好了，兄弟们，中间省了一个半小时的制作过程。出锅。分量挺多的，应该这个一盆。因为咱这小锅满满一锅，之前是放在高压锅里头炖的。全部进来，对吧？我靠，太漂亮了！来，我切的这个小葱给它撒上去哈。对。OK， 上菜。上菜。一盆牛肉炖土豆。对。土豆得在肉里找。非常好吃。对。咱们开饭了，兄弟们。这个牛肉太棒了。怎么样？不然我跟老二跟猴哥两个人做了一个半小时，从焯水再到炖，再加炖土豆。好吃哈、哦，小宝贝在这吃呢。手一点饭。嗯，你干嘛加胡萝卜？用他这个小勺子，现在用的习惯哦。你说好吃？好吃，对。小碗下面有点不怎么平。可以哈，嗯，爸爸跟古沙彩崩，嗯，绿皮吧的，喂，全绿，老二，爸爸跟钢骨黑吧的，妈，这个煮的非常好吃，颜色也不错是吧？嗯，特地留了很多汤，兄弟们，因为大家吃的话，米饭可能有点干，用点这个汤泡一泡米饭，哎，挺好的。你老爸喝酒是吧？对，上次来了就喝酒，我知道。来，法语干杯怎么说啊？三弟不是唱歌吗？三弟，三弟是唱歌。不一样，三弟。完了，干杯。先上。哎，不一样吗？好嘞，三弟，又叫唱歌又叫干杯，走一个。喂，干杯。那西罗阿弟，走一个。走一个，老铁。发音是学的不一样啊，说的一样，发音差不多是吧？哦，给老爸来一块大肉，对，给老妈也来两个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没有这个好吃？好吃是吧？啊，行。老二来，再跟老二来一个。哦，你没有放香菜。
没有放香菜，老二开把光灯。等一下，来，你跟他说我们中国是这样，碰一下，然后喝一口，啊。好不好吃？嗯，他也来块肉骨头啃一啃啊，还行，可以哦。我们做的这菜大家都挺喜欢吃的。嗯，非常熟。那肯定的，你看里面的肉。一会儿吃了有一大半了，兄弟们，然后很多人都吃饱了。后妈的饭量小，已经吃饱了。小魏网呢吃的这个撒的比较多，然后正在啃肉吃呢。老二这盘子没了，大洋也吃完了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咱家小魏网也差不多了，装的有点多了，没吃完。来，啊啊，哎呦。还怪小孩吃饭掉呢，我喂他都掉。再来一个。啊！我靠，这大嘴，嘿嘿，这两人配合还就好了，我发现啊。来啊！我靠，又被我弄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再来一下吧，再来一下你自己吃啊。来啊！一二三。好了，来勺子给你，你吃吧。啊，给他发一条烟。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，嘿嘿嘿。然后我们这顿饭就吃完了，兄弟们。猴爸猴妈今天刚来我们家，我们做了好吃的牛肉炖土豆招待他们，是吧？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对，然后跟大家再见吧，来吧，再见，好吧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，OK。